大家好，这是在盐湖城这边有休息区，看看。洗手间，这个水现在不让饮呢 ，close。然后这边卖饮料，每一个可以。这谁给的烫坏啊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，2.05块。这边是卖吃的，这方面有风景，这边等于有小亭，小亭子有这个急救的电话，洗手间。不要喝着水，这是在盐湖城这边。 We are hearing about us. 不要喝水。State or area 不一样的。这边有充电桩啊，还有两个充电桩。这是看来是电动车在这边还可以。我们看看这个充电桩，还有充电桩来着。State or Utah。这个挺好，挺不错。然后没有，这边是有草，没有什么树。这是张向东在犹他州的盐湖城给您带来的报道。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